只要动动手指就可购物，看准女性消费力道，加上即将来临的父亲节商机，有信用卡业者特别打出超值的优惠回馈，吸引民众消费。平常会网络购物，因为比较方便，然后因为网络购物的话也可以比较各间银行的优惠。那像这一次8月3号啊，它就有一个回馈17%的优惠，那我就会趁那一天的时候把想买的东西一起买一买这样子。根据业者统计，目前该行的流通卡数中有60%是女性持卡人，以每卡每月刷卡金额来看，女性的签账金额也比男性高，因此信用卡业者连续4年针对女性消费者举办活动，在指定日期内的通路消费刷满10,000元就可得到回馈。因为8月3号刚好有17%的回馈，所以我就想说先来挑一下父亲节的礼物这样子。然后因为17%刚好就是全部都换成现金，所以我觉得很划算。加上那一天百货也有他们的优惠，所以算算，真的比10,000年的还划算。民众乐得省下荷包，业者趁势创造话题外，也渴望打破该行过去单日最高的刷卡金额记录。三立新闻台吴信询问台北报道。